起，因为你跟狗一绝对从我脑袋一起带你，真的是非常的棒。这个 issue effect， 这个系列水晶系列，我试用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喜欢，因为它很滋润，很适合我现在的年龄层次的这种。多喜欢，然后这多喜欢，大家都知道嘛。松露是一个其实是很稀有，也很昂贵的一个食材。对，没想到它竟然可以用在护肤，如果当你看到那一罐东西，它是做两个，那个稀有的东西就是两个，一个呢就是松露，另外一边呢就是凤凰。